上来就 Q 我，你也不学 W 吗？他想 A 我，他攒了被动，调皮，调皮，你顶着小兵，你调皮，你调皮，好像我不亏，我也有迅捷步伐，那肯定是他亏，耶，这没躲掉。这个单呢？有点凶，哎，人呢？微不足道，一无是处。他想 Q 我，想 Q 我，好，刺我一 Q， 刺我一 Q。不太耗得过，吃我一 Q， 炮车，他现在还有一瓶药，我没了，但是我有 T， 吃我一 Q。他的星月打击伤害比我高，我再回一口，吃我一 Q。他还有一瓶药，哎，这都没躲掉，那你钻不了，我这小兵会打他的，他冲过来他是肯定亏的，我得躲他 Q。吃我一 Q， 你不怕打野吗？吃我一 Q， 哎，不亏。不过他有那个什么点燃，我得小心一点。还有点燃啊！哎，算了，我吃炮车吧，还是 Q 炮车吧。回家一波 TP 过来，哎，就行了。我 TP 来了，兄弟。好，队友要来抓他。哎呀，你搞了半天你不上，你现在让我上，你瓜皮。哎，我不跟他抓了。这个打野上的时机不对，第一波他上就有了，还没上。你现在。你没血你还能打，你没蓝你还能对我有，你还能把我杀了，你还能把我杀了，他有 W 啊，我秒不了，我闪现秒不了，他也有闪，那你是在干什么呀？那你在干什么呀？我勾引他的成功了。哎，我第一波就是没交位移，我把他勾进来，然后我再交闪，他闪跟不上我。上当了。我战斗力不是很强。但我很聪明啊，但我打得很聪明，舒服，42刀还行，先出一个这个吧，买个药水，
感谢想看老马玩妖姬送上的旋转木马，这是什么礼物？旋转木马，好花里胡哨啊！这个礼物多少一次？感谢想看妖姬啊，感谢。这个丹娜是打的是真的凶，而且他凶的没道理，你懂吗？他六级凶我七级，你都搞不懂。我不跟他打是因为我没有必要跟他硬打啊，我慢慢揉他就 GG 了。我血瓶多，我跟他硬打不划算，万一打野来了是吧，我亏。我现在怎么打都赚。你怎么跟我打？好像。如果你所愿。他人呢？好了，我靠。哎，火龙丢了。平衡中一切。再骗他一个 Q。想拉我，你回不去，兄弟。OK， 搬他回家，拜拜。想招我不存在，你还回不去？那你就别回了。这个让他回，这个让他回。我们也回一波，拜拜，1000块。现在拼一波拼不过他，虽然他比我低一级，但是他有点燃，而且他在前期的爆发比我高。他持续输出也比我高，所以我现在跟他打柔一点，躲一躲他技能，不硬刚。Q 吧，你慢慢 Q 啊，你慢慢 Q。我的队友在附近，我可以勾引一波，这波我可以勾引一下，假装一下。好，来了，小青年，还是你年轻的呀，你还是，还是年轻的，这一勾引就上当了。我故意给他一个 QE 我的机会。我操！拜拜！你跑出来，他开峡谷。行，我守一波。
保守啊，他们能强杀我。这两个扛塔都不是很怕。他们也不赚，啊，也不赚。我回了。够了，先把这个做出来。平衡终于一切。Unstoppable。我有踢，上，这没法帮，说实话，这没法帮。他们只要走，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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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可能会阴我，啊，没事，阴不了。我能单吃他，他应该有眼。还是有点痛的。他现在有点虚我了，他现在有点怕我，那我也不会上去打他，因为我要给他艾克一点面子。那就可以上了啊！先给一套，他只要把 Q 放了，我就可以上了。是。一环一。哦呦，一环二了。哎，我再吃一波，他现在肯定是回家了，我再吃一波。对，想要抓他，来了个穿云箭，穿云箭能打中吗？打不中。他的上路来了，我看到了，抓不到我，抓不到我，骗他啊！好，上当了，上当了呀！我有金身，兄弟。怎么来了个这个东西呢？哦，这艾克九个头啊！不对，我得先买个鞋子，先买个鞋子吧。哎，算了，我先买个杀人书吧。我现在需要等级，小寒冰不得了，帮不了，帮不了，算了算了。哟，舒服啊，这个头吃的舒服。哎，这个头吃的舒服，正好他来吃大鸟，送我个头。
很好，四成输。把眼做下去，吃他一波大鸟。不行，他们这艾克有点肥啊，这艾克已经十个头了，我要去制裁他了。我要去制裁他了，这个啊不能再用了，我得省一点蓝。好，这波应该收获很大，我得用了。没关系，我到了都得死，这波都得死。把你的人头交出来，1000块。四成输，舒服。在我们塔二塔后打架，真的是放肆。太放肆了，这就找死，找输。他们人头再多也不能这么玩啊！他们这么玩，我们几波就打回来了。我马上就来，快快快快快！好机会，我们又蓝了，定住了，定住，定住。OK， 我这波啊不能交了，我再交就没蓝了。好，他是死了，他肯定死了，吃个头，输。我金身够了，你们吃，我回一波，先把金身做出来，想秒我不可能了，啊，想秒我是不可能了。仗义将会得到胜仗。时光杖加金身，下一件直接出帽子，暴力一点，就R死他们。我早就起飞了呀，我那个艾克那个人头一拿就起飞了。你在这干什么？哎呀，骗一骗技能很好的呀。哎，怎么我的时光弹开不出来？完了，反输掉了，反面。哇，比我想象中弱太多了，不行，低调。保护你打，保护你个锤子，你这个装备能有输出？快快快！炸他！好，哎呀，没吃到头，能留住吗？我的闪好了，四成。好，哦哦哦，我不，哎呀，完了，还是没跑掉，我闪出又掉了。没鞋子，定他大他，对了，留不住，别死了。哎，好不容易混了，时辰又掉了。嗯，这也行。我来了，赶快。那你不死，蓝 buff 舒服。哎，又来个头！哎，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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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好，我杀他要被杀不掉，杀不掉杀不掉，现实一点，出个装备。
帽子帽子帽子，我马上就到，直接堆法强，上，哎呀空了，我靠，空了，上别怕，定住就死。勾呀勾啊勾啊，瓜皮吗你？他老是怕，他点危险信号，危险个鸡儿，你定住就死了。哎，你别定小兵。啊，来人了，你打我是不怕的。好，这个打不了，这个位置打不了，这个位置打不了。完了，还行。哎，这能戳到我这么远？我靠，这都能戳到！别急，等我，还差十几秒，没输出啊，没输出啊，终于杀了！哎呀，这波我在就好了，我在就起飞了，我在就起飞了！哎呀，我靠！这是收获，快快快！我来了，四层。小龙就算了啊，小龙就算了。来人来人来人，算了，队友没来，我一个人不好杀。哎，好像我可以赢他一波。他被吓出了金身，我金身好了呀，你知道吧，我金身好了呀，那不跟你开玩笑了呀，哎，我精神好了，就不跟你开玩笑了。舒服蓝 buff 四成输，小龙谁的？马上十六，他们少个艾克不好推了。可以打，可以打，他们少人，我二闪秒一个，强行开团，啊，强行开团，舒服 ，OK， 够了，就要强开。速战速决啊，我帽子了，买点眼，把视野做好，他们可能要打大龙了，他们可能要打大龙，那你跑不了，哎，那你跑不了。好，这个我把它吃了。OK， 有了这个，我们就不担心龙了啊。有了河蟹就不担心了。赶快去帮忙，我觉得我的队友要被他们阴死。我马上就到。
在，我在，别忘。哎哎，通了。那不把你秒了，那不把你秒了，你在这哇哦！那不把你秒了，那不把你秒了，啊！16级卡萨丁跟你搞花里胡哨，来来来，我 TP 过去，我 TP。没有东西 TP 这里搜一下，打野不来吗？那你就死，哎，秒杀，跑不动，跑不了。哎呦，吓死了，我还以为丢了。等会换这个法传棒啊，看情况。来来来来，抱团抱团抱团，先推他们一路高地，不然这个兵线压力有点大。直接找死，你找卡萨丁，不找你就好事了。快快快，我要中塔了，我要中塔了，给个位置，给个位置，叠一层，保持4层的虚空行走。那你不死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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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全都没死，不解释。哇，1打5，有一种1打5的感觉。嘿，哎呀，他们心态应该炸了。调皮，调皮，调皮，跟我胡亮亮，哎呦，跟我胡亮亮调皮，哎呀。